吃小龙虾啦，给你们看看还挺新鲜。前几天看到拼多多美食试吃专场，放对一批鄱阳湖小龙虾试吃名额，每个名额8盒，分量很足，加热一下就能吃。这个是鄱阳湖有机养殖，个头都很大，虾黄饱满，蒜蓉和麻辣口味都有。我喜欢麻辣的，鲜香入味。试吃链接给你们放评论区置顶了。喜欢吃小龙虾的姐妹快冲，链接在这还有名额，抢完就下线哦，都去薅吧。